这个诸位亲爱的同学，我们今天晚上呢讲民法的八字一变干。我呢提前把变干的这个整理的表格呢已经发给了大家。我们首先要明白八字一变干，它实际上呢和转盘奇门的这个一百格是一样的。转盘奇门中间呢有甲，像什么甲甲甲、甲甲乙、甲甲丙，这个甲甲丙，这个丙甲甲等等啊，但是民法中间没有。这是第一点不同，民法的变干只有八字一个，转盘奇门有一百个。第二个，民法奇门中变干的吉凶和转盘奇门呢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转盘奇门上的格基本上都是张子春老师的神奇之门的上面的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从90年代到现在快30年了啊，从2000年到现在20多年了，20-30年了，没有什么大的突破。这个民法呢，整个体系面世啊，距今呢已经有12年了，整整12年。这个12年来呢，说真话，民法这套体系啊，真正吃透的人很少，包括我们的刘金亮老师。他也没有吃透。至于呢，这个讲这个民法，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讲这个民法的宋其红，他也没有吃透啊。他那位大哥他就不是做学问的人。讲实话，从对民法体系的教材的研读上来看啊，肯定没有我看的熟啊，我是前后贯通啊。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搂着老婆睡，是搂着书睡。我看的时候呢，我主要是看的是这种，很刺激啊！我主要看这种。因为这个民法体系教室啊，错误太多了。你要有些错误呢还可以受得了，特别是核心点的错误，那么搞死人了，对不对？这个上面错误太多了。如果哪个小兔宝既希望通过民法体系教室把民法研究透，扯淡。而且最诡异的是什么呢？龙福山人啊，他这个民法焦文艳版本的中间也有错误，很正常，人手工抄写的时候容易出错啊，我们电脑都容易出错，更何况手工，是不是？这个变干总共有9大板块，一个是六义呢，加上戊己庚辛壬癸丁丙乙，还有一个呢是三奇，它有3个板块，乙丙丁，加上呢戊己庚辛壬癸丁丙乙。这里革名能背掉就背掉，背不掉呢也没问题，要知道什么叫吉凶。我回头讲完过以后呢带大家捋一遍啊。
革命是干什么的？革命是为了，专业术语是为了记住了，一个是民法它本身的革名和转盘棋门的革就不一样，像转盘棋名中间什么棋艺这个向左，像转盘棋门中间的玉女游江，丁家任叫玉女游江，民法中间没有。那既然如此，我把他的革名呢进行大量的修改啊，吉凶不变，意思不变，为了便于记忆，大量的修改。你比如说戊，他的变干所有的都叫青龙，戊加戊叫青龙虎影，所有相同的都叫虎影。己加己原名叫地户逢鬼，我也给它改成地户逢福银，它就是福银。所有的福银就没有及格，除了一个丁家丁。丁家丁啊，玉女福银，他那是吉的，其他都是凶，都是凶格。戊家戊，己家己，根家根，辛家辛，壬家壬，癸家癸，乙家乙，丙家丙。都是福音，都主凶。只有一个丁家丁是及格。所以戊加戊叫青龙福音凶格，戊加己叫青龙得鹏，他本名呢叫青龙和林，我给他改为青龙得鹏。因为物价级本身就是朋友嘛，及格。记住，所有加级的，除了一个物价级，都是凶格。几加级是凶格，根加级是凶格，辛加级是凶格，壬加级是凶格，癸加级是凶格，三奇乙丙丁加级都是凶格。当然。如果配上指使门，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好说了啊。你比如说乙加辛，青龙逃走，乙加己，日照地富，乙加己，乙加辛配上指使，这叫三奇得使。三奇得使干什么？干利于打仗，或者呢泡妞。阴司和合适嘛？戊加根叫青龙十四凶格，戊加辛叫青龙精湛，转盘棋门中叫青龙蛇足凶格。它属于反应，为什么属于反应呢？因为它里面藏一个子午相冲，支破格。癸加庚，庚加癸，癸支破格，属于反应。这个壬加己，己加壬，属于反应，都藏一个辰戌相冲，支破格。我给它改名叫青龙精湛。这个呢，无伤大雅的啊，为了便于记忆。我相信龙虎三人呢，他也会谅解，因为都是表法的。戊加壬叫青龙入牢凶格，戊加癸青龙合合及格，这个搞错了，戊加癸是及格啊，大家记住，戊加癸是及格。在八十一变干中，所有化合的都是吉的，尤其是三奇化合，乙加庚，丙加辛，丁加壬，100%是吉格，而且还是大吉的格。其他的庚加乙，辛加丙吉格，戊加癸，癸加戊都是吉格，相合的啊，我直接都给它改成合合格。
物加丙、物加丁、青龙耀明及格，物加丙、青龙还手及格，物加乙、青龙腾云是及格。也就是说，在物加三奇都是及格。物啊，我们知道三奇六艺中间有四吉五凶，四吉就是乙丙丁戊。你记不住格名的时候，你首先要记住吉凶啊，格的吉凶啊。己的天干，己的变干，己本身就是地父，所以很凶，很凶啊。己加戊凶，己加己凶，己的变干中间只有一个己加丙，叫地父灾月及格，其他的都是凶格，都不太好。这个己加丁呢叫地府长星，他是贵人暗助，适合呢祈祷，适合祈祷啊，入庙祈祷也算一个及格啊，也算一个及格。根的变干，根加戊叫太白祥龙，根加己叫太白金地，根加根叫太白福银，根加辛叫太白色虎，根加刃叫太白入牢，根加鬼叫太白坠亡。这个根基本上都是凶格，除了一个根加乙，因为是太白合合。我们知道了己它的及格很少，根它的及格也很少，所以你要善于三凡就简。辛的变干，辛加戊叫白虎不能，辛加己叫白虎卧穴。我讲过了，所有加己的都是凶格，辛加根叫白虎出力，这都是凶格，辛加辛叫白虎伏营，辛加刃叫白虎入牢，辛加鬼叫白虎投网，辛加丁叫白虎受伤，辛加丙白虎合合，只有一个辛，只有一个合合格才是及格，其他的都是凶格。辛加乙是白虎猖狂，都是凶格。我跟你们讲，这种表格化的学习呢，非常的简洁，能快速的检索到它的规律啊，你们多看一看。壬变干，壬加戊，玄武化能；壬加己，玄武潜穴；壬加根，玄武移白；壬加辛，玄武跨虎；壬加刃，福银阁。哎，壬加鬼，玄武结义；壬加丁，玄武合合，所有合合格都是集合。壬加丙玄武入月，壬加乙玄武秋桂，也就是说壬中间的及格，壬加丁合合，玄武合合。哎，我在讲课呢，讲课呢，爸爸在讲课，知道吧，妈妈？老爸在讲课。哎。所以这里边只有壬加戊、壬加辛、壬加辛啊，壬加辛实际上它算不上一个及格，它是贵人占卜的时候才能算及格，就是说这个人牛逼的人才行。壬加鬼是及格，玄武结义啊，所以我们记住所有的合合格都是吉的，就 OK 了，合合格都是吉的。然后呢，壬加戊及格，鬼吉，鬼的变干中间
鬼家务，因为是腾蛇合合，合合格肯定是及格。有一个很奇葩的啊，鬼只有见到心，鬼家心，腾蛇残虎才是及格，其他的都是凶格。像什么鬼家刃、腾蛇入牢、鬼家鬼、腾蛇伏影，也叫天网高章、天网四章、天网同章。天网四章，这玩意主牢狱啊。所以有个小臭宝找我问卦的时候，就是鬼家鬼，实干的实干工就是鬼家鬼，我就知道他是问牢狱之灾的，是吧？丁的变干，丁很特别。第一个，丁和三奇的组合都是及格，丁和自己组合玉女浮盈及格，丁家丙玉女游月，丁家乙玉女凌云，这三个都是及格。丁家戊玉女趁龙及格，丁家刃玉女和合及格。像丁家己玉女其父，名字很好听，实际上不好，是凶格。我讲过了，所有的加上己都不好，己是地户。丁家根根金凶格，玉女持风，丁家心玉女其父都是凶格。这个丙呢和三奇的组合都是集合，就是和自己组合，因为是福音，所有的福音格只有一个丁家丁是集合，其他都是凶格。丙家丁叫月华星灿集合，丙家丙叫引祸胡银，因为丙叫引祸。丙家乙叫月照云台是集合。丙家戊是奇门中几大及格之一啊，我后面会讲的啊。丙家戊飞鸟叠穴，丙家己肯定是凶格，叫地引祸入户。我把这个名字呢都给它搞成引祸了。为什么呢？丙本身就是引祸，统一用于引祸，只有那什么丙家鬼飞鸟入网，这个呢咱就不好整了，对吧？尽量呢给它统一化，好记。丙家辛，因为合合嘛，所有的合合的都是有利的，都是及格。丙家刃叫引祸摇尾，凶格。丙家癸飞鸟入网，凶格。乙，我们要记住，乙和三奇的组合都是凶格，这是一个特别。丁和三奇的组合都是及格。丙呢和三奇的组合都是凶格，名字很好听。乙家丁是日应太阴凶格，乙家丙叫日月重光凶格，乙家乙叫日期浮盈，因为乙是日期，乙代表帝王，特别是算帝王要在哪地方出现的时候，找的直接是乙期。两个乙那就是二日争锋啊，两个太阳争锋肯定凶。乙家戊叫日升天门及格，乙家己肯定是凶格，所有的见了己都是凶格，叫日如地父。乙家庚肯定是及格，为啥呢？因为接下来呢，我们来对八十一变干进行整体的分析啊。第一，民法奇门中间的呢六大及格，戊家丙叫青龙还手，丙家戊叫飞鸟叠穴，戊家丁叫青龙耀明，丁家戊叫玉女趁龙，戊家乙
叫青龙腾云，乙甲午叫日升天门。我们可以看到了，奇门中奇门中间的六大吉格，就是很牛逼的吉格，都有一个特点，是戊和三奇之间的组合。戊和三奇之间的组合，绝对经典的这个吉啊。所以这样就好记了，戊和三奇之间的组合，戊和乙丙丁之间的组合，戊加乙，乙加戊，吉也；戊加丙，丙加戊。排在第一号的是戊加丙，丙加戊。戊加丙，青龙还手；丙加戊，飞鸟叠靴。这都是大吉之格，百事可行的。戊加乙，乙加戊啊，一个是青龙腾云，一个是日照天门，还有戊加丁，丁加戊啊，青龙耀明，大吉格，玉女趁龙，大吉格啊。所以奇门中的六大吉格，我把这些底层逻辑给你讲出来就很好记了。三奇的相冲，民法奇门中间的六大凶格，丁加鬼，鬼加丁相冲的，乙加辛，辛加乙相冲的。那艮和丙呢，虽然不是相冲，但是艮和丙一个是寅祸，一个是太白，他俩在一块就没好玩意。艮加丙，太白入寅，丙加庚是寅入太白，这两个大凶之合。鬼家丁，腾蛇交咬，腾蛇妖交，这个念妖交啊，我这整理出来的是标准写法，是古汉语考证过的哈。丁家鬼是朱雀投江，也叫玉女投江。乙家辛，青龙逃走，辛家乙，白虎猖狂，所以奇门中的六大吉格，六大凶格，六大大凶的格。战段会不会有敌军来相侵，就看丙和庚之间的关系。在奇异化合中，民法奇门中的八大吉格，奇异化合，戊和鬼的化合，庚和乙的化合，辛和丙的化合，壬和丁的化合，鬼和戊的化合，丁和壬的化合，丙和辛的化合，乙和庚的化合，所有的合合格都是吉的。戊加鬼，鬼加戊，吉呀、啊；庚加乙，乙加庚，吉呀、啊。丙加辛，辛加丙，吉呀、啊；丁加壬，壬加丁，吉呀、啊。八大吉格，其实呢应该是十大吉格才对呢。一个是甲加吉，吉加甲，甲在哪里？在知府。在知府啊。所有的格局加几都是凶的，除了戊加几青龙得鹏之外都是凶的。几加几叫地府浮云凶，庚加几叫太白金地凶，辛加几叫白虎卧穴凶，壬加几叫玄武潜穴凶，鬼加几叫腾蛇钻穴凶，丁加几叫玉女欺负凶，丙加几叫引祸入户凶，乙加几叫日入地或地户凶，除了一个戊加吉青龙得鹏之外，其他都凶了。所有的福音格除了丁加丁之外都是凶格，戊加戊，己加己，庚加庚，辛加辛，壬加壬，鬼加鬼，丙加丙，乙加乙都是凶格，但是丁加丁这个福音是吉的。
这就好记了啊。乙奇和丙丁的组合都是及格，丁奇和乙丙丁的组合都是及格，都是及格啊。乙和丁，丁和乙的组合，乙和丙，丙和乙的组合都是及格。乙加丁，日应太阴；丁加乙，玉女凌云；乙加丙，日月纯光；丙加乙，月到云台。这都是及格。第七，所有的支破格都是凶格。戊加辛，辛加戊，中间藏个子午相冲；己加壬，壬加己，藏一个辰戌相冲；庚加癸，癸加庚，藏一个呢这个引申的相冲。哎，特殊格局的特殊转换，这个转换就是什么呢？本来是凶格的，因为呢有吉时的参与，比如说乙加辛龙逃走，乙加己日入地户，这些都是凶格，但是因为配上了子时门，叫三奇得时，这个大家呢根据奇格就总结一下，还有九遁和三诈的格局产生了呢一些变异啊。我这里面呢把变干给大家过了一下，资料呢已经在群里头发给你们了，你们还要看啊。